要动手术，对于侵入性的治疗，其实我们病人常常是不知道的，是碰到你有这样一个有耐心的医生，你可以跟我们解释。大部分医生跟我们去，我们去看说，哦，很多人说，我们经过开会，你需要开刀，或者现在，对不起，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医生医院，是当成事业在经营啊，常常就会鼓励病人开刀。我们先接一通电话好不好？我们先接通，来，这位朋友请说。Hello， 您好，是主持人好，谢医生好。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是我呢是从小的时候啊，就是曾经有过体位移动，快速移动的时候呢会晕倒。那当时呢就可能以为是低血糖，就没有太在意。但是直到我29岁的时候呢，然后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因为很快就到了医院，然后医生呢，发现我的脉搏跳得很弱，大概是每分钟35下。那后来呢，就当时那个年代还正好赶上，好像中国进了一大批的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叫心脏起搏器，叫 pacemaker 吧。然后呢，大夫说我给我诊断的叫肥厚性心肌病，好像说这个病也没有什么办法治。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我们家好像也没有这种遗传啊。然后我呢又是在一个海边城市出生和长大的，所以他所说的那种引发这种疾病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啊，或者家族遗传，我都没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得这个病，就是心肌肥厚。然后大夫说这种方法只能安装起搏器，那个时候我安装的时候还算是很年轻呢，29岁。然后但是我安上以后很好，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排斥反应啊，其他的都很正常。然后呢，20年以后我又换了一次，所以呢，就现在可能科技在不断的进步，然后这个起搏器的质量呢也越来越好，功效也越来越好。那我想问医生的是说，像我这种心脏病的人，一般安了起搏器，通常啊，咱不要说特殊的，那通常来讲，这样的人的寿命能达到多大岁数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谢谢。我想只有上天才知道你的岁数了。不过没有，不过我可以跟你说，你这个通常而言，你这个病是先天性的局部心肌肥厚症了。这个呢，像你用起搏器就可以改造或者改善的呢，我想你活的命大概跟平常人是一样的了，完全不用担心。对，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局部心肌肥厚症啊，它是没有办法，什么用药也没有办法，用起搏器也没有办法。他还是会常常晕倒，而且呢，后来就会呼吸困难，还有心脏就是胸部会痛，像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现在说不定有的还要开刀把那个肥厚的地方呢切掉，有的呢还要换瓣膜，因为它会阻碍这个心房跟心室之间的那个叫做二尖瓣膜。就是增瓣瓣膜，要换，因为它会阻挠它的关闭，阻挠它的开，关闭的，主要是阻挠它的关闭。而有的呢，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狭窄，不管你怎么样，这个肌肉回扣呢，就造成很狭窄，不管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它就用现在是可以用导管的方式，就注射到冠状动脉那个地方，然后呢把那个回扣的地方呢给它让它坏死，就是造成心肌梗塞，等于是人为的心肌梗塞，那让它坏死，然后就可以改造。所以要看程度的严重。不，那通常呢，通常是这样，不严重啊，我想不太严重。因为严重的话呢，通常是这样的，局部的地方呢如果超过 1.8 厘米后，这个时候呢大概就是恐怕不是小小的起搏器就可以解决。起搏器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pacemaker。
pacemaker， 对，点 pacemaker，pacemaker、okay、啊，好 ，pacemaker， 嗯，谢谢，好的，好，谢谢您，谢谢，也祝福您健康啊，谢谢，来，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先天性的心脏位置不正，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经过了正式的判断，就是先天性他的心脏就叫不正，有没有这么一个的说法？然后这种情形应该怎么样子注意？啊，这个不正，我想在范围很大了，嗯。大概是说左右异位啦，什么之类的东西。通常如果能够活到年纪大的年龄呢，基本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除非他还有其他的就是 combined， 就是在一起的另外一个骑行。比如说我看看你那个图表里面有说左边的心脏跟右边的心脏是相通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只是异位或者是位置不太对，那、嗯、没关系，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这根本而且有时候还有好处的哦。你说心脏不正还有好处？对，如果是心脏是歪到右边的，有时候人家要枪杀你的时候呢，打到左边就不会有问题啊。那不管右边左边，对于心脏本身的功能是完全没有影响，心脏还是那一个，对对，那一个。如果是完全异位，没有问题。OK， good， 好，这个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哎呦，这有一个问题就问说怎么样预防心肌梗塞，请您看我们上一集的心有千千结结的第一集好不好，去网上找我们这一集，那一集薛医师讲了非常清楚怎么样预防心肌梗塞。来，我先给您一分钟讲一下怎么样预防心肌梗塞。第一个，要预防你的血管不要硬化，就不要退化了。嗯，那当然就是三高了，就胆固醇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要治疗。嗯，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已经说血管已经硬化了，要怎么样预防？那当然要吃医生的药了，就是让心脏不要负担过重。有药是可以让心脏不负担过重。那你平常做事情呢？基本上体重不要增加，基本上不要。做事情不要太着急，压力太大啊。而且如果说是冷天的时候呢，当然要穿保暖，不要说在暴露在极寒呢、啊，极寒、嗯、或者是这样子。嗯哼。最好是还不要残血了。那大概只有这个样子，而且晚一天每天呢都要吃阿司匹林，至少是要吃阿司匹林。嗯哼。那只有这个样子，大概即使只有这个样子。那如果说是心脏开始痛了，就是要马上要 call 911了，911了。嗯哼，就心脏疼痛。好的，我其实啊，这个周末你有我们每做一集节目，我们都有做很多的准备。在我哥周末的时候，我跟薛医师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我列给他十几项的东西，说我们这一集谈这个。薛医师回我说，光谈刘真这一集我们大概就可以谈一集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谈了刘真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部分，所以薛医师你还得来上我们节目啊、哦。那两个礼拜以后啊，应该先讲说要上可以一定要两个礼拜之后，对，好不好？那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请薛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想把它作为今天的结束之前，我们刚刚就说了侵入性的这个治疗啊，到底开刀与不开刀，作为一个这样的专业医师，你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致命性的非开不可？而常常我们就说有些情形是也许不需要开刀，您的定夺在哪里？哦，这个这个可以分好几种疾病来分。比如说了，先举个例子，就是说冠状动脉的毛病。冠状动脉的毛病呢，侵入性的跟不侵入性的基本上是看心导管发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血管有病啊，血管病的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在左边的最大的那个叫做 left main， 就是左边的主要那个血管，嗯，如果有病基本上是要开刀的，要侵犯性的。那如果说是在冠状动脉的肢端，即使说是你有病，你也不要求说他们叫做 anatomic perfect， 你就是不是说要求他血管是完美的，不开刀跟药物治疗基本上活得一样好，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品质生活的品质你要改变，就比如说我们一走路就开始痛啦、啊，那这个我们不能够走个两条街啦、啊，那这个时候呢大概是要用侵犯性的来治疗。
这个是冠状动脉方面的膜。冠状动脉，嗯。瓣膜的呢？瓣膜的，只要你有症状的时候是一定要治疗。那这个治疗是没有办法用药物治疗的。要像比如说这个大动脉狭窄，大动脉瓣膜狭窄基本上药物是没效的，基本上是要把那个瓣膜换成能够功能能够有功能的瓣膜。那这个是一定要侵入性的。要开刀还是用最简单的用导管方式的呢，这个是有待讲究的。比如说如果年纪很大了他受不了开刀，那就是可以用这个。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说我要做这个导管式的呢，通常医生会跟你说这个导管式的大概活不太久了，就是说五六年以后说不定要换，还要再换，而且换的时候就不能用导管了，就是要开刀了，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当然就是说你个人的意愿，是 socio-economic issue 也很多。我们通常是要把个人的意愿、你的症状还有在哪一个部位的问题是严加考虑，然后才说你吃药就可以，或者是你要用侵入性的或者是开刀之类的手术。嗯哼，譬如有一些人他的血管已经有了六七十的堵塞，那也许有些医生说你得要赶快装导管，有的医生说其实你不用现在的情形靠着吃药跟运动可以解决，说您的看法是这个要看他病人的他病人的不是他病人的需要。嗯，他如果是一个劳动者，是他需要的是比较没有危险的情况，要造成比较没有危险的情况，说不定 70% 就要开刀，就要或者是要把比如血管那边就是要把这个血管打通。那如果说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用做劳力的，而且他也没有症状， 70% 在一个地方一个血管比如说他不是在源头大概不用开刀。大概不用开刀，要因为开刀或者是把它打开用侵换性的把它打开你的生命的期限是一样的。你 OK。对你把它打开，打开只是说你看着比你心理上觉得比较舒服其实没有用。没有。但是你如果做这些侵换性的它是有伤害的啦。是。它是有伤害的。对于侵犯性的是有伤害的。那么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你要给我们一个建议，是说面对我个人如果要做心脏手术，我需要给我自己的一个警惕的对于那个 risk 的 take 要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心里该有的一些准备是什么？我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凭空是就是其实因个人的还是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对个人呢就是说他要跟医生详细的讨论我的风险是多大，是我能够得到的效果是多好，是而且他有一个期待。那如果说是他跟你说这个期待也没有什么好期待了，或者是风险蛮大的，那我想你就要三思而行了。就要三思而行。嗯哼。好的，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还准备了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是换心的问题。还有我们这回因为刘征的问题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叶克膜跟他的一个关系在哪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来说明。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会请到薛医师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里头来跟我们谈换心。刚才您提到了一些的瓣动脉换那个膜哈，换那个麦片，那就是那个片瓣膜，瓣膜是用猪跟牛的瓣膜，这个是相当已经成熟的一个部分，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了吗？对，因为这个它不是活的，都是美国做的，美国和西欧做的，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达了，所以做的是耐用和精巧，没有人工的瓣膜吗？人工就是用人工做的那种瓣膜，那这是通常是人工做的，但是它是拿这个动物的
瓣膜或者那动物的薄膜，嗯，然后做成人工瓣膜。哦，还是经过了人工的，就是人工的。那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它可以维持多久？猪的是大概维持10年到15年，是。那牛的呢，大概才15年到20年。嗯哼。那如果说是用 silicone 或者是titanium 那些做的呢，就比较很久，30年40年都有。嗯哼。在舍不得您走，在您走之前，还要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为什么到了中年妇女之后，她比较容易有心脏病的发生？很多的这个中年妇女之后，她觉得说我的更年期开始了，我的经期停止了，反而她得心脏病的比例高，是不是在医学里头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统计上的，嗯，就是说，因为。在还有怀可以怀孕期间的女孩子呢，她基本上血管硬化的程度是很少的，是因为有荷尔蒙的缘故，只要是荷尔蒙的关系那男的呢，因为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基本上就可以造成血管硬化了所以男性就通常大概10年左右比女性早10年就开始血管硬化，是如果是同样的情况的话，嗯嗯，是这样。但是更年期以后的女人跟男人，她的心脏病的病例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没有。所以说，不是女人就没有病。女人可能认为自己一生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到了中年以后反而认为会得病？不过，我想真的，今天我们从刘真的这一件的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的心疼，最主要的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开刀造成了心脏停止，目前呢这个还在这个游戏的问题我想不用回答哈，那个这个有我们真的希望在这个地方祝福刘真，真是能够待在等待换心，因为在台湾这个地方换心也是要排队来的，也没有人有特权可以先拿到那一个心脏。我想这个我们祝福刘真真是能够康复起来，但是所有的风险我觉得透过薛医师这些日子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一定在日后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心脏，你就不晓得心脏有这么多的问题，常常我们进到医生那边三下两下医生就给我们解决了，没有办法回答的那么清楚，但今天透过薛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清清楚楚的每一个点每一个项，甚至分析了每一个开刀的 risk， 日后我们还有一些薛医师直接在临床经验里头碰到的许多实际的例子会来跟我们来分享，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从中间得到帮助。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薛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两个礼拜之后不谢，一定要再回来哦。OK， 可以哈，就是说两个礼拜之后，还先强调说不能下个礼拜哦，要下下礼拜哦。所以我们希望下次。只要是因为我的排班啊，我的病人，我今天就排少一点。下回跟您的病人讲说，我这里有更广大的观众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心脏方面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也欢迎你在我们的所有每一个网上播出的时候留下您所关心的题目，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请每一个专科医生在这边回答每一个人可能在心脏方面就说了心有千千结。刚才这个薛师也提到了心情放轻松也是很重要的对心脏的课题，但很多人就是心里头牵挂太多，所以很难放下。下回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部分好不好，怎么样能够放下牵挂没有办法，那是你的问题。你是比较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马上要开一个节目叫做将心比心，这个节目就是谈谈如何的把我们心灵上的一些的问题放下，当我们心情更轻松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更多的问题。希望大家锁定这个频道，与我们一同走过人生健康路。